如果喜欢复古 style 的人就要留意了。首尔最近举行期间限定的江南 Modern Girl 展览，以1920年代的江南女性为主题，展示了十几位当地艺术家的作品。入去复古展览之前可以首先在这里租借一些复古衫着，男装女装都有的，价钱就是30,000 won，但如果有入场券的话只要25,000 won就可以租3个钟了。这个价钱已经包了租用全套连身裙、首饰、头饰和手袋仔，而展览更加分为3个不同的部分。首先是复古主题的画作，不同的画作更加有相应的复古嘉宾和装饰，有得来看看艺术品之余也可以尽情打卡。这里除了有画展看之余，还有很多场景很适合我们女仔打卡用啊。其他的生活场景还有睡房，看这个四处大床感觉真的很华丽啊，不少人都会在这个位置拍照的。最后还有多媒体艺术作品呈现了江南的街头风光，而整个展览就真的很大，占地有成20,000 平方尺，有很多主题影相位，最适合就是跟闺蜜一起来。